管议员黄英军和红赛国标舞老师翁仲德推广国标舞，取得好成绩。最后，我感谢妈祖的保庇和乡亲的支持。在元宵节的时阵，在配天宫和天公大进行献舞。不止配天宫第一次因为武汉肺炎而取消元宵彩街的活动，但是因为我们这些小朋友已经准备非常久了，那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来配天宫前面表演给妈祖看，这样子。今天我们所呈现的是五种舞科，那音乐上在最后一首像节舞的部分，就有融入新年的那种热闹的感觉，也有拜年的感觉，所以特别在这边呈现给大家看。黄英军分享，这些学员拄好来到社团学舞的时阵，一开始个性是真歹势，可是伫豆豆认识了后，找到自信。我第一次来配天宫这里表演，让我感到非常开心，因为配天宫的董事长黄清田叔叔，他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这里表演，让我非常开心，就很开心之后，这边也很热闹。做小舞者讲，未来会继续打拼，用心来学习，希望能跳出好成绩。大阳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